杨追凤，你究竟帮谁啊？我在欣赏好武功、好心智，可不是你啊。姓关的，你用什么兵刃？何飞的双刀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嘿，听到没有？我的双刀啊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的拳脚难道是闹着玩的吗？好，好刀！嘿嘿，你也识货。我说是好刀，不是说好刀法。刀法好不好，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嘿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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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